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布里斯本国内机场。我是 AirTran 的客服人员 Alan， 今天就由我来示范搭乘 AirTran 有多么简单。如果你还没有在 AirTran 的网站上购买火车票，别担心，你可以在任何一个 AirTran 的售票处购买车票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上楼搭乘火车。如果你需要使用电梯，电梯就在那里。你只需要让站务人员看一下你的车票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使用交通卡。搭乘 AirTran 就是这么简单。